白天怎么播了？白天的话，今天试播一场，试播一下。不换盆，它是不是就一直这么大？不换盆的话，你那个它也会长大的啊，它也会长大的。你需要施肥就可以了。能分开吗？可以分开的呀。为啥要分开啊？群生不好看吗？感谢段平姐送的一个小星星啊。不想让长很大对吧？那你如果说不想让长大的话，你就。我的妈！吓我一跳！有没有刚刚听到打雷的声音？噼里啪啦的。这个土的话就不用了，这是废土了已经。普通的土都可以了吗？你那个土是有多普通？是那个营养土的话，还是那个田园土？营养土和田园土的话，最好不要去用来种多肉啊，因为太板结、太保水、不透气，容易导致你的多肉植物烂根，容易导致那个黑腐化水死亡，好吧？那个土是吧？可以的呀，小雪姐姐，可以的呀。对田园土的话，最好不要去用啊，除非是你的技术很高超啊，可以去用。技术不太好的，新手刚入坑的，最好还是老老实实用颗粒土啊。这个土的话就不要了。还行吧，这个雨的话没有前两天那个下的大，知道吧？前两天那个雨下的比这还要更大，就直接像一盆水直接泼下来一样。今天的话倒还可以，算中雨，不算很大。小苗也能可以土吗？小苗的话，颗粒土、营养土都可以啊，小苗的无所谓。为啥拔出来？拔出来的话是因为要换盆换土，换一个更大的盆，因为它这个底部抱很多小脚栽，它那个盆太小了，容纳不下它一个。哇，下雨好凉快，我听刚开始直播那会儿把我热死了，现在好凉快。化水怎么办？化水的话，把那个叶片化水的全部给揪掉啊，揪掉，然后呢，不要浇水了，不要去暴晒阳光了，搬回室内，然后观察一个礼拜，一个礼拜之内，它如果说没有再继续化水的话，就好了，就治好了。但是如果说它还是在继续化水，那么你就把它挖出来，检查它的桩子是不是出现了黑腐的，懂了吧？就可以了啊。
最好是把那个叶片拔完之后呢，在它的那个桩子上、叶片上360度全部都喷一遍那个杀菌药，比较好一些啊。我们这边的话是云南昆明啊，云南昆明，你们是哪的呀？怎么那么干旱啊？现在不应该是快到雨季了吗？怎么还那么干旱呢？山东是吧？山东、河南的哦，北方地区的。我说呢，对，夏天温度高的话，最好是吹风扇啊，吹风扇增加那个通风的那个风速。增加那个通那个空气循环，然后呢还可以用来降温啊。为啥我的都这种多头的？因为我施肥了呀，不施肥它哪会有营养去到头呢？对不对？晚上就不用吹了，对，晚上比较凉快嘛，你就白天的时候吹就可以了。不是用化肥，用那个缓释肥啊，不是化肥，是缓释肥。化肥的话，容易把那个多肉给烧根、烧苗、烧叶片啊。坐在河边吗？这是河边，没有没有，我今天下雨了啊，下雨了。松针土可以种多肉吗？可以的呀，松针土的话也可以种的啊。下雨的声音啊，下雨的声音。施肥的话，一年四季都给的。子乐老庄，折了是砍头还是直接种？
它那个折了没有断掉吗？如果说没有断掉，把它剪断掉，然后重新的晾根，再去种到另外一个盆里肥了。这个也是冰玉啊，今天白天播的话是尝试一下啊，就试播尝试一下。睡觉是吧？睡觉的话你单身狗你自己睡都没意思啊，对吧？感谢送的小星星啊，感谢啊，比个心。种得很好，胖嘟嘟是吧？好的，感谢夸奖。反式肥的话是放在那个土里面，或者说是拌在土的表面都可以啊，两个都可以的，这个不影响啊。我这个好胖，好羡慕是吧？还有比他更胖的哦。你们要把格局打开，不要只局限于这一颗多肉，知道吧？把你们的格局打开，眼界抬高一些，知道吧？还有比他更胖、更红、更好看的，好吧？怎么让它胖胖的是吧？胖胖的需要多晒阳光，多晒阳光就可以了。主要是自己种不出的项目是吧？种不出，那我就没办法了。其实我也挺羡慕你们的，真的。我挺羡慕你们把多肉养得又细又高又绿又瘦又薄又长，其实我挺羡慕你们的。你像我，我怎么养它都不会变瘦，哎呀我很烦知道吧，我都很焦灼。其实我挺羡慕你们的。大家没有点关注可以把那个免费的一个小关注点一下，感谢各位的支持。多损啊是吧，多损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在羡慕你们啊，就像你们羡慕我一样，我也羡慕你们知道吧。拿你来跟我换是吧？你想得美，打死不可能啊。刚才的我掰断怎么办？掰断了不用管它，掰断的叶片不要刻意把它揪掉啊，就把它留在上面可以了。它会自己消耗掉，它会自己成干枯的叶子啊，不需要管它。你的多肉越养越小是吧？越养越小的话是因为施肥啊。施肥的话就可以了。这一颗叫冰玉啊。老天爷呀，能不能别下了，我天哪。我愿意用直播间600位姐姐的头发啊，100根头发好吧，一个人100根头发啊。然后呢，能不能不要下了？我顶吗？再下我身上进水了呀。
长了很多气根，是因为土太干燥了，需要浇水了。拔了老叶子，叶子就散开，正常吗？正常的呀，因为你拔完叶子之后，它底部会出现一个空间，知道吧？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啊。主要是我也没多少头发，主要是。玉露土长得挺好看是吧？每个人审美不一样。不是，它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，它不是那个好看不好看的问题，知道吧？它是你土长了，你没有办法把它养得更饱满，你只能是接受它土长了，你只能是自我安慰，说哎，土长还挺好看的，你只能是这样自我安慰，知道吧？谁不想让它变得更胖、更圆、更肥呢？是吧？谁想让它去长土呢？对吧？你这个是属于自我安慰啊。你看我多了解你，是不是？不要找借口啊，不要自我安慰啊。还什么土长挺好看的，我顶了。能不土长就不土长，是不是？把这个好的叶片掰掉是为了增加它内部的一个通风啊，看到没有，这个叶片揪完之后，它这个里面的空间是不是变大了？里面的空间变大了，那么它里面通风的风速和效率才会更高，而且它里面比如说抱的小崽崽，它会有更多的一个空间的生长。就是这前面的几颗是吧，前面的几颗那个其实不好看，知道吧？那个不好看啊。你们不要仅局限于那几颗小多肉啊，还有比它更好看的啊。土长是不可逆的吧？对，土长是不可逆的。就算是那个你后期用补光灯，或者说是用那个阳光直射的时间增加，它那个桩子长高了，那么它也会就那么高，它不会桩子变矮掉，它也不会说跟以前一样缩回去，不会的啊。但是呢，它土长的叶片它是可以消耗掉，然后再长出新的叶片，知道吧？比如说底部的叶片很长，底部的叶片很宽大很薄，那么你增加你的光照时间，然后呢就是它底部的叶片会优先消耗掉，你的光照时间充足，那么它从叶心新长的叶片就会变得很短、很肥、很胖，懂了吧？这个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啊。夹子是吧？对，夹子的话确实还算蛮好用的啊。感谢细品送的那个灯牌啊，摊大饼能包回来吗？摊大饼也能包回来的呀，能包回来的啊。只不过说呢，它底部的叶片它已经成型了，底部的叶片都是那种比如说土长的叶片，它定型了。就算你增加光照时间，它底部的叶片它也不可能说变得包回来，它是需要从叶心重新生长新的叶片，它才会从叶心然后到中层叶片，它才会慢慢开始变包，知道吧？底部的叶片它是已经成型了啊，就定型了，不管你是怎么晒它也不会变包，它也不会变短变肥厚，它
它需要把底部的那些土长叶片消耗掉之后呢，它才会从那个叶心的叶片长出更加短肥厚圆的那个叶片啊，才会变包啊。这个是需要一点时间的，需要一点耐心。哎呀，终于雨停了，我的妈！前两天种了几棵，今天浇了水，不能放在强光下。对呀，不能够放在强光下啊。你如果说放在强光下，它那个长根很慢的，而且叶片的消耗也很快的，灌幅也会变小的。能不暴晒就不要去暴晒，而且的话也不要去照什么补光灯啊。补光跟跟那个什么阳光紫外线是一样的。这啥品种？这个叫冰玉啊。你看它又下雨了，不能说它停知道吧，一说停吧它就来劲儿了，还又下雨了。这天气啊就跟个人一样，哎呀，喜欢听夸他的话，不能喜欢听一些一般的话。